我们现在对铸铝件的缺陷进行修复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大的缺口。将焊丝轻轻地放在需要修补的部位，焊丝可以自动地融附上去。所用的焊丝为普通的铝焊丝，焊丝的直径从 0.8 毫米到 5.0 毫米都可以。焊丝是直接夹持在枪头里面的。操作过程中，操作十分的简单方便，单手拿着焊枪即可操作，不需要焊接技术，也不需要气体保护。焊接完成之后，对焊接部位进行敲击，使焊点更加的致密，然后进行打磨。打磨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修复部位无气孔三眼，